现在我们点击 RF， 进入我们射频负压这个界面。C 代表长吸，我们在使用长吸的时候，尽量把能量开低一点。RS 代表按秒一吸一放模式 ，ES 代表一秒一吸一放模式，二分之一秒一吸一放模式，三分之一秒一吸一放模式，四分之一秒一吸一放模式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这边，这边呢是我们能量的一个吸力的一个调节，从一到二十，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一个舒适度叠加叠减。这边呢代表我们射频热量的一个调节，也是从一到二十。这里呢是我们信号的一个输入的一个接收强弱。来操作，在贴着客户皮肤的时候，按一下我们的那个黑色按钮，以拉腰线给客户操作。皮肤的时候，这个就会有一个显示。喂，你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我。